贪小便宜买喷蜡，律师也会被诈骗。要告诉你，喷完以后你都不用打蜡，像那个铁乐式喷漆一样，喷一喷哦，你车子就整个非常油亮，1200块。然后我就也是去买了，真的有亮度，有的部分很亮，有的部分暗暗的，有部分很亮，有部分暗暗的。完蛋了，我想说，那我赶快把那个漆弄掉，我怎么擦都弄不掉啊，粘在上面硬的。当然就了解了，挖红天呀！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